才24岁多，就得了白血病。我是苯中毒，苯所致白血病，职业性肿瘤。我要活下来，我要活下来才能对得起我的家人。我不想以后我的子女出来打工也会面临这样的伤害。在我接触的过程中间都是接触苯系物所造成的这一病。手机啊、电脑啊、半导体这些，很多工人，是来自电子行业。Please recall。这应该是 recall。站站站一下，好吧。Let's go。好，谢谢。当被发现的话，我也会很非常担心的，找不到后果是什么样的。来，坐坐坐。哎，你好。那他这个苹果三星都有做，苹果三星都有做。iPhone 的素材。愿望就是走出农村，走出大山。我们是工人，有很多人还是在那个大的品牌公司，这个符号就是禁止使用苯，这就是我们代表了我们这个意思。先对这个品牌公司做一些推动，我们在遭受伤害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敢于发声。两倍，现在我儿子一条命一条烟，咋能？一个传十个，十个传百个。最终有一天，我们这个禁苯的行动可以做得好。